黑暗的化身跟光明的使者携手合作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绝不会用那个字眼来形容这次联手。快开打喽！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就这么办，冲啊！祭坛复苏了，控制两座祭坛就能解放龙骑士。这是我的职责。为了至高天。控制两座祭坛，就能获得巨龙的力量。朋友，最好快点消灭这个威胁。就这么办。救赎就在眼前，得一分。我会尽快的。选择天赋，光与你同在，很好，目标不错。和谐降临于大地。光明与你同在。你的恶行到此为止。朋友，治疗得好。真理之身无远弗届，希望永存不灭。为了至高天。是不是有人跑了？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我的意志绝不动摇。选择天赋，希望不死。赶上大家的脚步啊！
我会尽快回来。为了至高天，希望永存不易。这么做吧，杀得漂亮，世界变得更你的敌人化为灰烬。阿玛爷师的烈焰会制裁你，希望我能不灭。我们的友军需要协助。真理之身无远弗届，就是你败。动手吧！这是我的治疗者，谢谢你。我的意志绝不动摇。和谐降临于万物。就这么做吧。下定决心，勇往直前。真理之身无远弗届。两座祭坛正在进行磨练，龙骑士从石下发出怒吼。我的意志绝不动摇。释放龙骑士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敲烂他！我们要大获全胜。值得一试。我的祝福就是你的护盾。选择天赋。
真理之身不远弗届。我的祝福就是你的护盾。值得一试。为了治疗天。秒杀结束了。各位英雄，祭坛马上就要复苏了。这是我的职责。阿玛耶区的裂变会制裁你，值得一试。各位英雄，龙骑士在等待你，释放他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我要进行战术撤退。就这么办。选择天赋，得一分。生命精华，是你帮了我，对吧？不准你再放肆。
双杀，值得一试。做得好。祭坛再次复苏，是谁能掌握龙骑士的力量？下定决心，勇往直前。控制祭坛，取得龙骑士的力量。当之无愧的胜利。是不是有人跑了？嗯，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你的恶行到此为止。向前，动手！朋友，坚守希望。无所不在，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杀！双杀！就是我的侄子，真是我的大屠杀！希望无所不在。
诉你你的恶行到此为止。来呀、啊！德行降临于万物。下定决心，勇往直前。怀抱信念，你就能毫发无伤。希望无所不在。祭坛有了足够的力量，解放巨龙的怒气。这是我的职责。滚！这疗程，谢谢你。身上淌出的伤疤，赞哦！希望无所不在。巨龙觉醒的时刻到，释放他的力量。之身无远弗近，光明与我在。我们的敌人摧毁了一座堡垒，希望永存不灭。为了至高天，背影向前。我的手就是这样，不用畏惧。打得不错。希望永存不灭。值得一试。让龙魂吞噬一切。就这么做吧。德行降临于万物。全部动摇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就这么办。
救赎，漂亮的一击！光明与你，你的敌人必败无疑。鲜血、啤酒和雷霆 MVP。